看你抓去吗？哎，上货哈！哎呀，不容易啊！我跟你说，哎、这东西大的跑了，我从那等会儿。水啊，不行，看看，快跑开了。这个水开始太深了，有斑了，有斑了哈。看不清，能看见它在哪？是吧？跑了。跑了，在这儿，你速度要快点。快准。他又跑了，不行，我这眼睛已经花了。嗯。妈的，夹一刀！哎，对，就这么个速度，对了，看没有？那个白的，悄悄的啊！我去，跑哪里去了？你抓他吗？这会不知道在哪里。完了，照哪个方向抓跑了？尴尬，他在这卧沙了，看没这坑的？速度快点！哎呀，一骗了，对，这不就行了？蜘蛛下边。哎，就这么速度，就这么快啊，轻松加愉快。看看哈，看看美女，她说她抓了个很大。哎呦我去，真是不小啊，这个得300多吧，3-4两吧。我去，你怎么梦放的呀？啊？这那么多高手在那抓，就让他逮住了这个大的哈。是不是？师傅教的。行，赶快找吧，来吧，弄他。别着急，别把水弄浑就行了。两个，一个个的来，没事儿。别凶，稳点啊！他现在跑不了了。跑，我失手了。那个呢？你稳一点。我去。你稳一点。哎呦我去，晃晃来了。那个跑了是吧？那跑树下边去了。